你带来的江浙沪的材料，特别是上海的材料，我已经读过了。之前的这些事儿呢，我呢有所预料。工厂、公务员、教职员的工资，还有粮棉煤的运输，以及灾民的救济等等，真没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现在看来，这些问题啊，让上海自己解决，这难度很大呀。 其实难度大，陈毅自从接管上海当了市长，眉毛都没展开过。上海运转不起来，你马上又要进攻大西南，这西南、华南、台湾都要解放，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通通都要开动起来，既要保障外面的物资可以运进上海，上海本地的橡胶啊、五金、搪瓷、针织、纤维等等。 也要保证能够运出去啊！这不找你来求救了吗？你是大掌柜，你得想办法。我的初步想法是，从全国范围内解决上海的问题。小平，你的意见如何？中财委统筹全国的财经工作很重要。上海。 等于现在是穷的，家里借不开锅，要向邻居借米借粮借钱。没错，向邻居家借粮，总得了解邻居家里的情况，问问人家愿不愿意借呢。哎，你是不知道，上海的投机商人提前囤积早稻，哄抬物价，已经严重影响了武汉的情况。我觉得咱们应该。 正式召开一次中央局的会议，大概月初的时候，华中局致电了中共中央，提议召开华中、华东、华北三大区的金融贸易会议。我认为呢，可以把东北还有西北的朋友都叫过来，邻居们都来开个会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嗯，好主意。嗯，但把五大区都全部叫来，陈主任。 你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五大区的经济状况也都不尽相同，这些你都要有心理准备。五大区的情况，我心里边略略有数了。上海这次请邻居们都来开会，我认为势在必行啊。<笑> 难怪人家说有困难找陈云，你可真不死，狼得续命呐！小平同志，国家喽，喝茶喝茶。你一定要去上海开。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的经济就稳不住。调查全国性的财政经济情况，提出解决的办法。若是不在上海，看不到全面。 看不到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沪汉两地是全国的经济要地，也是大军南进的经济基地，全国应以可能的力量来支援沪和汉。东北和西北亦可派人出席。即便许多情况我们尚未熟悉，我们也不在会议上做什么重大的决议，但是各解放区之间彼此。 了解各自的情况，以便知道日后相互支援的可能和力度，也是有益的。好，我同意。他们出席此次会议，对于商讨全面金融贸易财政问题，都有必要和好处啊！啊，你这次要用各个击破的战略，也可以这么说。 东北和华北两个区，我最熟悉，有些账我也可以直接算给他们。上海如果只算市区，人口是大约不到400万人，以每月每人平均供应22斤米来算，每天需要300万斤。今年秋天，我计划在南京和杭州之间，集中6亿到8亿斤大米，以备上海所需。哦。
那在秋收之前上海怎么熬啊？我打算先致电东北局财委，转报小平同志所谈上海的情况，请东北局的同志离开沈阳赴上海之前，研究东北可否挤出15万至20万吨带壳粮来支援上海，并准备从上海迁一部分工厂和学校到东北。全国的财经都在陈云的算盘里了，这叫四两拨千斤呢。陈云同志这笔账算得很精啊。我马上致电五区财委，在上海召开金融贸易会议，研究秋征税收和财政开支问题。好啊，陈云同志，你尽快动身去上海，与吴大区共同商议具体的方案，报中央批准啊。好，主席。你这次去啊，是代表中央，代表毛主席去的，陈老总晓得了啊，一定会高兴坏了。我这又要去吃他的小面了。小平啊，你们即刻商量进军大西南的事宜，给上海给五大区都吃一颗定心丸，军事上的彻底胜利才是解决经济困难的治根之本呢。听说你在东北给冻坏了，几乎天天感冒，这次去上海一定要注意身体。你放心吧，上海是我的老本营，生我养我的水土，好得很呢。我也算不负陈老总所托了，上海问题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我希望你去了上海之后，还是要从上海和东北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慎重考虑。这次我去上海就是为了实地调查。我也预估了这个方针可能会有所调整。好，辛苦了陈主任，大西南之战多多保重啊。走了。市长，财神到了，中央来电。念。中共中央致华东局转陈毅，小平已到中央，已开会讨论了他的报告，并委托陈云向你们面答。陈云已于五号动身赴沪。哎呀，总算是来了。上海问题，请你们与陈云商量后提出一具体方案，交中央讨论。陈云同志哪天到？3天后。好，记着，我亲自去车站接他。是。市长，吃上了。哎，来的正好啊，来坐嘛。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陈云同志要来上海了。跟五大区的代表来上海开经济会议，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把上海的情况做详尽充分的汇报。这太好了，我们可一直盼着呢啊。市长，那咱们商量商量啊，陈云同志他们来了以后我们该怎么接待呢？该怎么接待就怎么接待。我们现在接待的最高标准是什么样的啊？是这样，这住的地方嘛倒是好安排，就是吃的方面啊，我们有这个接待的标准。现在封锁期间啊，每人每天是1斤大米，一热一凉，凉菜一汤，一荤一素。凉菜还是咸菜？客人来了，标准适当的要提高一下，能不能想办法让代表们吃一点肉？那我尽力，争取啊，给他们一周开上一次荤吧。一周人都走了，想办法。老总，我们没有肉，但有精神食粮。什么？现在我们上海缺粮食，但不缺人才。陈云主任
爱听戏。哎，这个可以有。汉年想的周到啊。就这么办了。嗯。够了吧？够了。你们吃吧，我先走了。好，走了。汉年，嗯，陈云同志的安保问题，我不用再交代了。放心吧，包在我身上。你好，请出示您的证件。好，我们需要检查一下。哎，来检查一下车辆。是。仔细点。没问题是吧？没问题。放行吧。是。国立，你好些了吗？火车站没事吧？你放心，火车站没事儿，阅兵式也顺利完成。国立，你立大功了。老魏，魏重阳，就是叛逆人，除了开去火车站，那两辆炸弹车，还有一辆炸弹车，还有一辆炸弹车。对，叫小叶来，我们一定要找到那辆炸弹车。叫小叶来啊！小叶呢？小叶牺牲了。放心吧，国立，我们已经在全城搜捕叛逆人，但是这个人非常狡猾，又擅长易装，加上其他敌特分子的协助，估计一时半会儿还抓不到。小叶同志的仇我们必须要报，但现在更重要的是要先找到你说的那一车炸弹。是。陈云同志很快就来上海了，我担心他们会有新的动作。这件事儿交给我。好，我们再给你加派些人手，但是你刚刚恢复，一定要注意安全。田局长，有情况。
按原计划办，必须执行。毛局，电报。回复嘉宾，路上动手，立即执行。是。我们在码头工人集中居住的贫民区查到了另一辆炸弹车的下落，对当地的居民也进行了初步排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执行任务的迪特应该是跑了。如果说。 他们的目标是陈云同志，那么接下来肯定还会有新的行动。老潘，刚刚截获的情报，迪特准备在陈云同志来的路上下手。陈云同志的火车到哪儿了？刚过苏州，还有一站昆山就到上海。我已经打电话给昆山公安局的同志了，让他们立即布置防御。迪特要炸火车，很可能会空袭，防不胜防了。 我请求亲自开车去昆山，把陈主任接回上海。好，我跟你一起去。事不宜迟，马上出发。是。陈主任，您的算盘打得真是出神入化呀！ 哪有那么玄乎？孰能生巧罢了。对了，你们跟我说一下各大区公粮的数据，还有农业税收缴的数据。哎，你们要记住，你们是中财委选拔的经纪人才，也是我国的经纪人才，所以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都要保持冷静，记好每一笔账，算好每一组数据，因为我们的肩上扛着两个字：责任。 首长，有紧急情况，请跟我们走。来，首长，快走，跟我们走。小陆，田国立同志接到陈云同志没有？我刚打了电话，说遭遇敌机轰炸。什么情况？陈云同志怎么样了？目前还不确定。我就应该亲自到昆山去接他。首长。 您别着急，李世英局长说那边有情况了，第一时间告诉我们。陈云同志不敢出差错，全上海的人民眼巴巴地盼着他呢。师长。啊。 陈云同志呢？陈主任。 中途路过市场的时候，执意要下车，他说他想自己去转一转。好，好，好，这是他的秘书和随行人员。好，你先安排大家住下来。好，这就开始工作了。中途火车被炸的时候，他的算盘丢了，我估计去买算盘了。啊，先进来吧。啊，好，走吧。 哎，老板，哎，来二斤米，哎，好，你看你要哪种米啊？价格都不一样，我看看啊，要最便宜的吧。哎，好，哎，好。哎，老板，哎，外地哪能涨到这许多啊？嗯，刚回上海吧。我上海话不到底啊。不，您的上海话非常地道，但是这上海的粮价一直在上涨，涨的。 我们都不愿意干这一行了，您不知道行情，说明啊，刚回上海。好，老板分析的很有道理啊。刚才我在你这店里转了一圈，这商品的价格比解放之初足足涨了有6倍之多。可不是嘛，但是没有办法，这供不应求啊。行，再来点，再来点，好。
好，打扰您了。哎，一共三斤。给我也来二斤。哎，给您。行。哎，行。这位先生，您怎么只买了面粉，没有买大米呢？哎，这面粉不是比大米便宜吗？好嘞，现在很多街坊都改吃面了，现在这年头有口吃的就不错了。哎，这位先生，请留步。您家里也是这样的情况吗？我家里祖上留下的习惯，家里会留一些应急粮，粮食还够吃的。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啊。哎，慢走。挑一挑，看一看啊！来，买点米吧。来看一看。就今天便宜啊！今年过两天价格又涨了。新到来来来来，挑一挑，看一看啊！来了。里边请。先生走了。陈老总，好久不见呐，在这儿都能找着我。哎呀，我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老先生那儿一路找到这儿，见到你不容易。陈老总，心急了？先别急啊，这评弹听得懂吗？完全听不懂。但是呢，只要是上海的东西，我就要了解。嗯，他讲的呀是《白蛇传》里的一段，讲述的是许仙和白娘子一起过中秋节的情形。哦。中秋团圆，希望那个时候呢，上海的市民也能过一个舒心的中秋节。你现在是三句话不离上海啊，你还是那个做事一头闷到底的陈老总。好，好啊。哎，你现在可是上海的财神爷啊。哎，不对，是全国的财神爷。哪里哪里啊，我现在就一门心思的先把经济搞好，让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我才能睡个安稳觉哦。哎，我今天到处走了走，我发现上海已经有了新的气象。首先，男人穿中山装的多了，女人穿裤装的多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不再追求旧社会的那些浮华奢靡，而是向工人阶级看齐了。上海市民不容易啊，嗯，经历了三次物价起伏，工厂呢刚刚开工，又面临着停工，多数市民手里没钱，心里没底啊。上海这些情况，我心里也清楚。物资相对紧缺，生产无法恢复，投机商们绞尽脑汁各种投机，先是银元，后是两白一黑，但是。我们都要清楚，上海现在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因为全国的解放速度远远大于我们的预期啊。大家都没有时间去学习城市管理和经济建设。没错，小平同志在中央汇报了上海的详细情况，诚如毛主席所指示，我们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让所有生活在上海的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工作，在困境里找生机。上海的生机有多大，就要看你这个财神爷了。哎，你又来了啊！我还得进一步多去看一看，走一走，多做一些调查和研究。哎，五大区的代表们都来了吗？本来应该比你晚到。你这个一波三折的，恐怕这一会儿都到了。
我跟你说啊，五大区的财经会可不好开呀。我听说有些代表他不想来，或者说派一个说了不算的人来，这些都是问题啊。那咱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陈老总，我得先向你提个请求。十个请求都可以。有句话叫谋定而后动，我们先听各代表他们的意见和想法，我再做总结。开始我就不说话了。没有问题，全面配合。好。对了，啊，来，有个见面礼啊，送给你。还有见面礼啊？我这个人你也清楚啊，有个老规矩，不吃请不收礼。但是陈老总的心意我得收下。声音清脆，算珠顺滑，是把好算盘的，你太了解我了啊。我是希望啊，陈主任拿这把算盘好好给上海算一下，解决眼前的困难。那你这个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哦。我这盘账是要算给全国的。这礼我收了，等会儿回去以后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要得要得。今天真的是不打算跟他们讲话了？别急，先听一听他们怎么说。嗯，今年呢我们那减产太严重了，实在是穷的都不行了。都俺那边更穷啊。是啊，我们都明白。你让我们去见一见陈主任，我们诉诉苦就行了，不干别的。陈主任这两天身体不好，让他好好休息一下。不是，我们就说两句话，去见一面看看啊。麻烦你让俺跟他聊聊，麻烦了啊。主任现在身体不好，他现在在休息，大家反映的这些情况呀，主任心里边都有数，主任都知道啊。今天呢大家就先撤，剩下的这些事儿交给我好吗？那不见一面吗？行，麻烦你了啊。没事没事，大家先撤吧。行。所谓弓起要松，杀起要紧，现在不听五大区代表的汇报，是想让他们自己亲眼看看上海，好好感受一下，好好的沉淀一下。你不会把上海也当作弃子了吧？开局重刑，我现在要做的是全国财政制度的布局。道理我明白，围棋的境界是不争一角输赢，要全局圆满。同志们，大家好。陈主任好。陈主任好。欢迎大家，中财委挂牌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大家。我以前干的财经工作啊，像是摆小摊摊，今后啊要跟各位一起干大买卖了，还要多仰仗各位啊。哪儿的话呀，您才是大掌柜的，我们都是小伙计。是的。哎，掌柜的，我能反映个问题吗？先别急啊，听口音是华中区武汉的同志吧？是是。来来来，坐，都坐下。好，都坐吧。
我们请东道主、华东财委主任曾山同志先发言。各位代表，上海现在的情况想必大家都看到了，现在是上有轰炸，下有封锁，中有投机商哄抬物价，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物资，老百姓没有粮食，工厂没有原料，所以啊，我们打算先搬迁一部分工厂，同时疏散解放前因为逃难而滞留在上海的大批难民，通过这两方面啊，来减轻城市的负担。另外，在此啊，我要代表华东财委向华中区的同志道个歉。前段时间上海的投机商提前囤积早稻，恶意的抬高粮价，最先影响的是同在长江流域的武汉地区，让你们受累了。我呢，原本也是憋了一肚子的话，结果被曾山同志全都给抢了说了。那我就得问一问了，能不能加强沪汉两地的贸易限制，提高啊两区之间的关税规定，每次流通物资的数量。好，先请坐。啊，咱们这个会啊，一个一个问题说。现在随着解放，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北五大解放区连成片，咱们干的这个买卖已经形成了连锁经营。除了迟到的西北区代表，其他各大区代表，咱们一起来算算账。上海接管时人口是540多万，扣除农村人口，只算市区440万，其中40万是曾山同志刚才讲的计划动员回乡的，也就是说实际需要解决吃饭问题的人口是400万。以每月每人平均供应22斤米来算，每天需要300万斤。现在是7月底，距离秋收还有2个月，实际需要粮食1.8亿斤。哎呀，俺娘太多了，记下。高伟同志，我这个大掌柜要点名了。这是陈主任，今年我们东北和华北地区呢遭了旱灾呀，没多少家底儿了。1948年，东北尚未全部解放，共收公粮134万吨，按照5%到20%的公粮比例，暂且算10%吧。粮食总产量是1.34亿吨。粮食减产和接收国民党公教人员的影响，以及各大解放区扩大的利好相抵，你们东北也有能力拿出1/1000来支援上海，大约这个数。2.68亿呀，足够解决上海3个月的粮食。陈主任，我可没你那么好的记性，我不知道有多少库存呢。我现在就去核库存啊！现在就去核，你不好好算算吗？除了上海，其他各大区都缺粮。华北区革命老区多，粮田多，你们也得要发扬风格。我也合适。好好算一算，合适合适。哎呀，不好意思啊各位，这国民党的飞机啊，飞过来飞过去，砸毁了好几条铁路，我们换了几趟车。
不好意思啊。欢迎欢迎，来，请坐。哎，坐坐坐坐坐坐坐。你可拉倒吧，你们是不是不想花钱搭便车来的？还真让你说对了，搭了一车。这个会少。总同志啊，会议开到哪儿了？啊，正说到请其他几个大区啊，挤出一些口粮，支援大上海，让老百姓啊能够吃上饭。这民以食为天可是个大事情啊。各位也接济接济我们西北嘛，我们西北主要是牧区，没有啥生产的，主要靠天吃饭。这解放的时候接收了近百万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这吃饭问题也是个头疼的问题啊。山主任，刚才一个化缘的，这又来一个，你看你可不能可着咱东北的家底掏啊，那不都掏空了。哎呀呀呀，算算算算算。李长生同志，哎，你是老财经干部了，我在陕甘宁边区主持财经工作的时候，是怎么说物资跟贸易之间的关系，还记得吧？那是1944年，国民党对我们全面封锁，陕甘宁边区物价层层的往上涨。各解放区出现了恶性竞争，就比如1943年宁夏的碱，实行了内部订购。我们西北穷，各处花园，在这方面损失了20万倍洋。陈云同志当时就提出啊，若各自为战，啊，各搞各的，各不相谋，哪会天下大乱的？陈云同志，我说的对吧？说得好。华中的同志，刚才西北区的李长生同志，他说的话，能不能回答你关于沪汉贸易限制的问题？啊，能，能。好，我也要表扬一下华中区，是华中区率先提议开这个会。今天来看，五大区的财经会非常的重要，而选址在上海，也是中央开会经过研究的，因为沪汉两地是全国的经济要地，也是大军南进的经济基地，全国应以可能的力量来支援沪汉，而上海粮价的问题也是各投机商们看准了咱们各解放区存在着壁垒，常州不让粮食运往上海，赣东北对杭州也封锁，皖北、常熟、无锡等地也对上海禁运，也就是说在小范围内囤积粮食便可以操纵物价，造成通货膨胀。同志们，这个问题现在很严峻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这回来上海跟您开会不就是说这个的吗？现在各个区都面临着困难，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的财政经济的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要从全国的范围内来解决财经的问题，否则就会影响国际和民生。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经济就稳不住。调查全国性的财经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不在上海，看不到全面，看不到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你们想想，如果看不到全面，我们怎么来解决问题呢？大家不要觉得我是在给你们派任务，让全国支援上海是偏袒上海。按照前半年的数据，上海的国民生产总值位列全国第一，差不多是第二名到第十名，加起来城市生产总值的总和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上海一个城市能够带动全国的经济发展。
所以我衷心的希望各区的代表们来上海参加会议的时间要多听多看多想多问多说，真正理解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这句话的含义。好了，今天的会我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的会分为财政、金融、贸易、综合四个小组进行讨论，来开始讨论吧。是。